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炫目币，今天是妈妈生日。对，我们现在有个特别任务，爸爸办新婚庆了，哇！我要去拿那个花，拿到了，哇，拿到了，真美啊！欢迎来到我的炫目币。嗨，女士，女士，这好像偷拍什么？这是，这是，显眼咩？我还这么轻，不要在一边拿水，你就觉得说应该很显眼了。很久没有收到花了哇！还有这个卡是萱萱做给我的，是吗？哎，怎么跟爸爸一样的？不一样，也是 Happy Birthday 吗？我们还要 print 一张我们要的照片放这边。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朵，是玫瑰还是什么？玫瑰。谢谢，真的、啊，真的啦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老婆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你们啊，有你们我真快乐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吃妈咪的生日大餐，然后爸爸说要带妈咪去吃泰国餐，现在我们要去咯 Let's go！ 我们来到这边吃泰国餐哦。这个是萱萱喜欢吃的虾仁煎蛋，她已经吃了一点点了。这个是爸爸和妈妈喜欢吃的水缸水的啦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三个人都喜欢吃的炸鱼。然后这个呢就是豆腐啦。哇，我们开饭啦！萱好吃吗？你喜欢吃点什么？鱼。鱼。那爸爸呢？喜欢吃什么？这个。现在我们到家咯，然后呢是要切cake咯。现在我们要唱生日歌给妈咪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妈妈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我要许愿一下，大家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给我自己啊！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，爸爸有跟我讲说，他还有一个生日礼物要给我 ，iPhone 15。谢谢你啊，我等这个我的 iPhone 15。今天呢是萱妈的生日的第二天，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庆日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？宜家。跟谁去呢？宜家们。现在我们要去喽 ，Let's go！ 哈喽，见到琪琪和星星啦！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宜家大餐。然后谢谢姨送给妈咪的生日礼物，还有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没有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妈妈，姨 ，Happy birthday。一个生日大餐，吃饱了，现在我们去走走喽。你看这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人被遗留在这边。
我们在鹅龟。我们现在来到这边 ，Iconic 都。啊，跟朋友聚会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，谢谢。生日庆祝，别聊别聊。现在我们要去冰城喽 ，Let's go！ 我们到了。啊，谢谢！来了，这是野生的国产蛋白，然后番茄的那个野生乳，人均二十秒，然后这个羊肉二十秒，蒸一片九十秒，这是超多油啊，花香莲三秒，金凤菇一分钟，小油麦菜一分钟。我们开动了，他喝汤了，很好喝。现在我们来煮这鱼，然后爸爸在计时，说鱼九十秒，他现在在等哦，新鲜的鱼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好吃吗？1、2、3，好吃。现在在煮面哦，好吃吗？好，我们已经吃完了哦，现在它是一个有那个饭后的甜，爸爸喝，好喝吗？我们已经吃饱了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甜甜和谢谢妈咪的家人和朋友们跟妈咪 celebrate 的谁。那今天过后呢，妈咪的生日派对应该是 celebrate 完了，我觉得很满足，这一餐真的很好吃。然后现在我们跟大家讲拜拜喽。哎，